想，想了吧？去想，去想，去想。也许想了，还能保住周王室的血脉。先生，想。报丞相，东周军治国降下旗帜投降，是否受降？请丞相示驾。就行，大军后退三里。诺。大军后退三里。诺。丞相，上将军这支兵马是早就安排下的。莫非丞相早就知道韩魏两国不是诚心来驰援东周军的？本相带兵五万来伐东周，就是为了让五国放松警惕，韩魏必定会趁此机会夺取东周城池。只要他们之间打起来，必有一国败北。此时蒙骜将军带兵突袭，丞相事事皆有谋划，小人佩服。丞相，小人也甚是佩服。哎，你不是要抛下本相自己逃命去吗？小人对丞相忠心耿耿，岂敢不顾丞相？栾福基在，命你快马去请上将军，一同前来受降。诺。东周军携百官出城投降。张将军，哎，老夫不好这个，丞相请。善心，留我周王室血脉，我今日投降大秦，天下再无周尹。公元前249年，秦灭东周，再次向六国宣示秦国一统天下的决心，而吕不韦的个人地位也在秦国及天下人面前得到确立。公元前248年，秦国接连攻克赵、韩、魏三国多座城池，建立三川郡、太原郡，秦国势力进一步向东扩张，东方六国深感威胁，又一次的合纵之时正在逐渐的酝酿之中。
回来了。慢点喝。酒啊，还这么烈的酒啊！冬年，我也要喝酒。败军之将没酒喝。反正我每次都是看见你们输。冬年，你可真偏心。公子输了也是赢了，他哪都好。你若心里不服，我们再比一局，赢了你再喝这酒。比就比。公子，华阳太后请去华阳宫议事。嬴政拜见嫡祖母太后。起身吧。谢太后。赐座。公子真有气派，秦王剑不离左右啊。这秦王剑乃是我大秦国之重器，嬴政日日携带，从来不敢怠慢。你回咸阳已有三载，平日里跟着大王和丞相熟悉国事，想必天下之事应有所闻，不妨说来听听，也好让我这个足不逾户的老太婆换换耳朵。嬴政不敢妄议国事，更不愿扰了太后的清静。姑且听之，全当解闷了。那嬴政便信口开河了。嗯。太后乃是楚人，可有见过当今楚王？见过。楚王年少入秦，与我情同手足。太后可知楚王心里想什么？清楚，相距千里，何况我与他多年未见，我哪里知道楚王在想些什么？嬴政知道。哦，你如何知晓？自父王即位，兴我先祖东出之志，虽只有三载，却已下了三晋数十城，楚、秦，即便是有姻亲之谊，也难免楚王会如坐针毡，心急如焚。嬴政猜想，楚王或遣使入秦，或与列国相谋，合纵攻秦。楚王应无此心，他是一个
没有志向、只图安稳的人罢了。这点我对他还是了解的。就算楚王无此心，那春申君呢？屈景昭三家呢？他们都不是坐以待毙之人。他们是他们，楚王是楚王。可楚国庙堂到底谁说了算？太后心中必然清楚。你年纪不大，如何知道这么多楚国的事情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大秦自孝公起，为了一统天下已替力百年，时至今日，嬴政更是不敢怠慢。看来你志向远大，先王真是没有看错你。还请太后放心，嬴政日日带着这把秦王剑，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历代先王的大志。天下宁一，也是嬴政的毕生之志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碰我！哎，你这就随我去见大王。你松开！哎，我这样走。哎，去你已娶妻，竟还整日流连城管，你不要脸，寡人还要呢。听闻你还要娶个娼女。七国之下，你何曾听过哪家公子娶了娼女的？我就是要娶她。放肆！你还敢顶嘴？父王，莫动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好好学学你的兄长，多让寡人省心呢。学不来。我又不是太子，你给我跪下！自己张嘴。要寡人亲自动手吗？打重拳！拿中去，父王，算了，赵衍只是玩劣了些，他定会知道父王之苦心。行了，希儿，你将他带到禁宫，关押起来，不得寡人之命，不许放他出来。No， 走吧。不顾礼数了。儿臣告退。关我，我就娶她。禀公子，夏太后命人送来补汤。进来。
太后近来身体可好啊？禀公子，太后一切安好。同太后讲，等我得了空闲，便去探望她。诺。公子躲在此处偷吃什么好东西呢？冬姐，你来了，正好太后给我熬的汤，你也来一碗，再盛一碗。哎，这是什么汤啊？这是太后亲手为公子熬制的。怎么了，冬姐？太后亲手熬制的荷汤。鹿茸汤。奇怪，鹿茸汤不是这气味啊。喝了它。我让你喝了它。吕不韦，你怎么才来？正儿遭人毒害，你知不知道？臣也是刚刚知晓。我现在就问你一句，正儿险些被人害死，此事如何处置？此事交由臣来查办，一定查出凶手。公子，公子，哎，这儿呢。公子，公子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花点小钱没有进不来的门。公子饿了吧？我给你带了好酒好肉啊，来，公子，快坐，先吃点东西啊。那你为何不多使一些钱把我弄出去啊？公子啊，大王下了严令，谁敢违抗啊？公子，嗯，公子啊，目下呢，小的觉得，还是把心爱的人娶到为要。目下也只能这个办法了。啊，等我出去了，我就悄悄的跟他成亲。但这段时间你要尽心照顾他。公子放心，小的一定尽心照料。郭开，哎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心腹，我日后定不会亏待你。开，魏公子死而后已。瞧你那副死相，我也忘不了你的样子呀。公子，来。你去替我做件大事。丞相请吩咐。去齐国临淄，记下学宫，将学宫的世子，无论何门何派，只要有才能，通通请到秦国。花费是小事，关键是为秦国、为本相寻到大财。大财？稷下学宫祭酒是闻名天下的荀子大师，他精研帝王术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荀子张口为你引荐大财。明白。天下统一前对外交战，
于内裕民，具有强国之效。若统一之后依旧如此，我担心权则必缺，极则必反。所以，我欲著一部大书，作为秦一统天下之正纲，以此书来教导后世君王治理天下。唯其如此，大秦之天下安稳，千秋万代，我之愿也。嗯，你后日便动身。诺。这两个人快。心里也很难受。此次成亲，我这是想给父王冲喜，希望父王早日康复。说的太对了。是啊，这样，我们共同举杯，也为大王冲喜。好，上酒，喝酒，冲喜。来来来来，倒酒，来来。姓李的，你给我记着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，我饶不了你。李斯，李斯，开门，你给我出来。请学宫祭酒点题。天行有常，不畏尧存，不畏桀王。今日首论大争之事，何为天道？这在下以为，圣王以礼治国，统御万民，天下井然有序。尧舜禹汤察人性之善，以宽治民，故而圣王之道是为天道也。一派胡言。周治天下八百年，五霸迭起，群雄纷争，天子束手无策，终而宗庙被毁，沦为世人笑柄，何其迂腐！说的确实不错。是啊，夫子方才一言，天行有常，不畏尧存，不畏桀王，如此天道自然，当无为而治。列国君王若能省苛事，薄赋敛，无夺民实，则世道清净，黎民自定，岂非无为而有为？无为而治，顺其自然，才是天道啊！大谬。天道自然，乃夫子之论。李斯如此指斥，置师门于何地？清出于蓝，而胜于蓝；冰水为之而寒于水。诸位世子，
且听李斯之言吧。当应正在咸阳初显锋芒，将辅佐他成就帝业的谋臣李斯已在稷下数载，随荀子学帝王之术。天行有常，然人可知天命而用之。周代商始为一，后分封诸侯，列土神州，以致天下大乱，500余年争斗不休，大地疮痍，生灵涂炭，夜夜震殿，不宁不令，天下重归一统，乃天命所归，亦是人心所向。放眼七国，为王者具有一统天下之野心，大争若此，安能无为而治？才，才！既如此，我等世人该何去何从啊？相助国君，报效母国，方不负我等所学。英雄伸展，何必拘泥于母国？世乃天下之事，当顺应天道，为天下一统之事推波助澜。如何推波？如何助澜呢？秦明君，辅强国。跪下！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先生，我乃秦国丞相特使，受秦相重托，京城求贤。手下之人郑获不识礼数，昨日扰闹学宫，出言不逊，今日特来赔罪。给李斯先生赔罪，赔罪。先生，我秦国自孝公以来，商鞅、西首、张子、范雎，哪一位都是布衣之士，秦王重用之，封丞相，拜君侯，领国政，才有今日秦国之强。敬贤爱士之风也是深入秦人心怀。此番前来，我大秦丞相再三嘱托，稷下之事凡要愿意入秦者，车马以迎，百金相送。入秦之后，更有后路高爵，虚位以待。这是一个好机会啊！我自己觉得。先生，请随我入秦吧。秦人如此待世，我也想去秦国了。李斯先生，前几日小人得罪先生了，还请先生原谅，小人知错了。哎，随我们入秦吧。先生，你怎么走？你这个不识礼数的东西，一定是在学宫闹得过头，你就在这儿跪着吧。先生。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呀？放心，待到来年，我定去看你。师兄，我的，你要离开？我并非为学而学，是为这天下而学。学以致用是我的宿命。我该走了。你呢？你这个韩国公子不回去吗？听闻魏楚燕赵出兵解了韩国之困，
并大胜秦军啊。韩国虽免于难，但是五国还是胜不了秦。现今这天下，能赢得了秦国的，恐怕只有秦国自己了。六国屡屡合纵，最多只是逼秦国退入函谷关内，稍加时日，秦国必会付出的一次比一次猛烈。这一百余年，秦越来越强大，而其他六国却气若游丝。天下一统的时日不远了。秦国经孝公变法，百余年的经营，国土已经超过了六国的总和，而且国力在七国之首。只需再出一两位贤王，其他六国必定被秦国收入囊中。四兄，你应该去。你是说让我去秦国？韩非自负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奈何救不得韩国。你有大志，不该被埋没。韩非，李斯今生的功业注定在一统天下。我入秦时，韩国危矣，你还肯让我去吗？他日，你若位极人臣，韩国无需联络。李斯，我觉得韩非说的对，你应该去秦国。我正好要去咸阳著书，你跟我一起吧。嗯，你要去著书？秦国丞相给出那般高的报酬，我家贫无法拒绝。读书多年，不过是为了谋个好差事。我跟你的志向不同。我若去秦国，只做大秦的丞相。嗯。哎，你们说，秦相肯让位吗？肯。李斯，拜见夫子。嗯。起来，起来吧。你志在天下，整日把你关在这学宫里，为师心中不忍呐。夫子知我，请夫子为学生解惑。嗯。日月交替，斗转星移，起落分合，此乃天道循环。为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人之一生，放之寰宇，犹如提米载于太仓。若能以己之力，御狂澜，应天道，整万民于水火，其功光照千古。生而幸甚，死而无憾呐。先生所言直中我心。李斯欲投明主，展平生之志。目及宇内，有实力和雄心吞并天下者，唯有秦国。如果有朝一日，天下果真统一于大秦，你将如何治理这浩浩九州、巍巍天下？真正之天下大一统，乃是王道一统，地位一统，
治权一统，政令一统，华夷一统，文化一统，天下一家。说得好，这分封制啊，已经实行了千余年了，早已植根在士大夫的心里了。你现在想彻底摧毁它，所受的阻力，恐怕不亚于扫灭六国吧。未见万世太平之根基，使万民免受乱政之苦。李斯就是碰个头破血流，又如何？老夫唯愿你今日之大志不改。不改。夫子教诲，今生不忘。姐，说吧。大王身体近来愈发不好，朝会上我观大王甚是虚弱，说几句话都很费劲。吕不韦那里呢？有动静吗？那剑商吕不韦派出了心腹郑义去了齐国。林子，说是去稷下学宫，请一些有才能的士子来秦国。看来这吕不韦是要给秦廷大变革呀。这外科世子一到，必是要官要爵，迷信官员就会受到排挤，这秦国不知要被他乱到何等之状了。是啊，姐，只要扳倒了剑商吕不韦，咸阳朝局就还在姐的掌控之中。大王身体近来如何？无碍。丞相莫要担心，寡人还要亲自阅兵呢。臣正要向大王禀奏，阅兵庆典可从岳阳大营调8000精甲步卒，2000精锐骑兵，10000大秦锐士，大王以为如何？10000锐士，有些多吧。先王在时，有过一次阅兵，那次也不过是从骊山，调了5000军马入城。此番阅兵与以往不同，一来大王继位正好3载，举国上下当大仆以贺；二来五国公卿虽未损我国力，但毕竟气势汹汹，当此之日应大张旗鼓，重整国人士气。言之有理。丞相尽管安排。诺。这。太后到。
侄儿拜见太后。景涵啊，你刚离开咸阳没几日，为何又回来了？奉我王和令尹大人之命，特地给太后送来一些楚国特产。春申君和楚王有心了，还有何物啊？春申君托侄儿给太后送上问安信，并嘱咐定面呈太后。